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举办成立周年祈安法会，至其在民国108年10月11、12日、农历9月13、14日共2天，由维新圣教梵拜法师奉诵诸经，拔剑祖先及累劫冤亲债主、地基主等，承蒙佛恩，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。欢迎十方大众报名参加。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-3号，报名电话0378566669，0378566669。